欢迎回来。由本台 NTV 七主办的第一个中文嘉年华会圆游会，今天在巴生班达马兰华小宾校礼堂热闹登场。那这一项主旨为阖家同游、美好团圆的嘉年华会，单单在一天里就吸引了大约5000人来共襄盛举。那个 Mr. 笑，来看明星，说笑。篮球，玩跑车啦之类的那种，玩溜球，有玩钓鱼，看明星，外面不玩老师。当然，公众除了可以看到本台节目《你好 ，Mr. 笑》众多演员在现场搞笑之外，现场还特别设置了许多展览摊位。主办单位同时还很贴心地为小朋友设计了许多小游戏，让他们拿奖品。要提醒您的是，圆游会明天晚上7点半也会在同一个地点举办一场迷你演唱会，到时候多位本地歌手都会卖力秀出他们的舞台魅力，记得出席观赏哦。